不，子菊，别装了，你根本不是铁头哥哥。子菊，你怎么了？铁头哥哥，是他先泼我水。滚！谁允许你这么叫我的？还演呢？你连我对香水过敏、不吃青椒和洋葱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是铁头哥哥？我当然知道这些。总裁，企鹅公司的马先生已经安排妥当，您这边……你还不相信我？你怎么证明？哼，今晚我还想去你家吃拉面。那个铁头哥哥，你要不要吃了拉面再走？我们不是才吃了晚饭？就是这个意思啦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相信你是铁头哥哥。那个，我没摔着你吧？我还真是疼。没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你开车来接我吃饭，还带着这个女人来气我？我根本不认识她。刚才和企鹅公司谈完生意，恰好看见你被欺负，我怎么可能带别的女人来气你？这样的情况，你们俩还能撒狗粮？我还真是佩服。什么？好久不见，哥哥。